女人真心真意爱你的四个表现，且行且珍惜吧。女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善于掩饰自己，但当她真心真意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是永远无法用任何东西来掩饰的。只要你善于观察，真爱的信号便很容易被发现。当女人有以下四个表现时，她就是真心真意爱你的，且行且珍惜吧。一，女人真心真意爱你，她的眼神是不会骗你的。当你站在她面前的时候，她会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你，她的眼神里到处都充满着幸福感。她会永远先别人一步，去为你做你所不知道的事情。如果她不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，你和她对视时，她的眼睛就会像是死鱼眼睛一样，不会有任何波动，甚至她的眼神会有比翼之色的神情。二，女人真心真意爱你，她的通讯录是不会骗你的。她会经常性的看着手机，生怕错过你的一切消息，并会时不时的想起你的笑、你的样子，还有你打电话说话的声音，想着想着自己也跟着傻傻的笑了。如果她不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，她不会给你打电话，甚至她的通讯录里永远都不会有你的电话号码。三，女人真心真意爱你，她会把你介绍给她的闺蜜认识，她会把你带给她的闺蜜认识。当然，也只有她的闺蜜知道她是真心真意爱你。其实到这一步，说明她是真的真的很爱你，在她心里你已经足够优秀，值得让自己的闺蜜知道有你的存在。如果她不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，她不会把你介绍给自己的闺蜜认识，更不会在闺蜜面前提及你。四，女人真心真意爱你，她会吃醋，对你发小脾气。当她发现你跟别的女人说笑的时候，她会吃醋。比如买东西送朋友的时候，她会没收到你的礼物而不高兴，故意有事没事向你发小脾气，以证明她的存在。她很会关心你一天是怎么度过的，而且会和你聊各种亲密话题。总之，女人真心真意爱你，她会处处为你着想，特别是当她知道你不舒服的时候，她会很着急的催你吃药，嘱咐你多休息。她甚至会变得婆婆妈妈，恨不得病的是自己，很想替你承受所有的病痛。所以你若遇到这样一个真心真意爱你的女人，请一定要珍惜她，疼她，爱她。